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你哋嚟到城会教会，我叫 Ronald 啊。唔知今年大家有冇机会去睇红叶啦？两个星期前，我同屋企人去咗 Michigan 呢个露营，揸车途中去到地方，见到好多好多好靓嘅红叶。我细心啲睇佢哋，啊，啲颜色嘅配搭啦，树木嘅高低啦，令到呢个景真系好靓，让我谂起城会教会啦。我哋啲弟兄姊妹不同嘅配搭，无分高低，制作好多好嘅节目俾大家。不如我哋睇下今个星期有咩节目介绍俾大家。城会网台最新消息，马太福音广东话视频已经出到第25章啦。另外，又 relax 又严肃又紧贴时代，胜在有你。出到第10集啦，主题食豆腐，乜嘢嚟噶？大家上网睇就知啦。当然，仲有 Master 嘅旧约网上行，佢每次讲完道，佢都要翻去祷父再录制噶。而家已经去到第19集啦，佢经常都收到好多好嘅留言，等我读两封俾大家啦。讲起第一封信。新鮮滾熱辣 Master 的上周講道以撒的信留言就話，多謝 Master 的講道啦，還有多謝屬靈的長輩給到他們一個好的榜樣，沒有他們真的不知道怎樣走這條屬靈的路啊。多謝城會教會。第二封信，聖地網上行回應就話，用圖畫解釋聖經給到他們一個好的聖經歷史和深刻的印象。多谢刚才那两位网上的朋友的留言，每一次我们收到这些留言，给到 Mark Sir 和 UV 教会一个很大的鼓励，感谢主的祝福。如果网上的朋友想用金钱支持 UV 教会的网台，请在右手边按这个 Donate button， 没错了，你按一次就可以支持我们的，多谢大家。教会11月21号1点至3点在唐人街翠亨村聚餐，一家重聚，感謝主恩，我們已經有很多弟兄姊妹買了票了，如果你們未買票的還有時間，你們可以去網上訂購，或者今天有回來崇拜的可以去找Jimbo買票。又到我們用金錢向神表示的感恩，支持教會的事工，現場的弟兄姊妹，你們可以將你們的奉獻放在禮堂的奉獻箱裡面，網上的朋友你们可以用 PayPal 或者 Sell， 还可以寄支票来到教会。奉献有很多渠道，但是最重要都有个感恩的心。中文崇拜后11点10分有网上儿童崇拜，鼓励家长带小仔来参与。11点半英文崇拜，中文崇拜后欢乐小组在 Zoom 举行。本周的活动，星期三有全教会祈祷会，星期五即称团契，还有 Men's Group 请弟兄来参与。今天很高兴有 Julie Chu 传道为我们宣讲神的话语，时间交回给 Master。